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其实可以来一首包工头打野。一个不同的视角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们。好闪现，这个闪现闪得漂亮啊！还有没有技能了？哎，我这闪现啥也没捞着啊！我这闪现给我捞个助攻，确实挺难受。全军出击！我的翅膀焦躁不安。关键他俩不早点闪，你说那吸血鬼可讨人厌呢，不早点闪呢，里头有眼儿，你忘了他上来插了个眼儿了吗？这把不要直接去我们家红了，去我们家红容易被反。这个眼应该刚消失，我们过来打他的红，他可能会在我的红待很久，所以我们打他的红。上单没人，这我得多去一去。如果这个福音哥到现在还没来啊，那应该80%是过来翻我们家红去了。这里可能有眼。蛇符的位置。清他一个石头人儿。我杀，别着急交易啊，这波 A 掏爬爬溜死，把兵线清过去，卡一波兵线，让兵线在塔里边，哎，把这兵线放在这里。无尽的饥饿。哦哟，我清完这个蟹去中路帮那个刀妹去那什么，去帮他扛一下子，去帮他反蹲一下，很有可能啊，他旁边会有人。来等一下小兵，刀妹没有小兵是不行的，他得穿小兵。一掏 A 啊，反正自己清，这刀妹的英雄不需要我们帮他清小兵，他清的老快了。再查个眼儿，我的红肯定是没了，上半段野区我估计也够呛了。哎，这福爷哥清野清的不知道清哪去了啊，这人不知道上哪去了。蟹他是打了，红他没打。清完那个红，我去上路。这个时间点，唯一应该是眼儿没有了，我感觉。好，刚好把扣给用了。后边反路，喂，哎，好意啊！哎，这福爷哥搁上路蹲多长时间啊？他好能蹲呐、啊！他。不去了啊，这波打完也回家了，他把维恩杀了，漂亮。往这走，往这走，来，往这走，往后边走。
鸡蛋。我一上来打个半溜，哎，这小子怎么连走位都不走位的呢？你杀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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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对对对对对，跟我可没啥关系。老妹儿往上倒啊，别着急，这潘森没啥技能，不着急上啊。哎，可以上了，等一会儿打个半溜。发飞音 ，OK， 偷个车，打管定，上吸血鬼，上上吸血鬼，上吸血鬼，吸血鬼扛塔呀！我操了，你有血池不扛塔？那吸血鬼有血池，为什么不扛塔呀？我要刺穿他们！离了个大谱啊，这人呢？无敌了。也去找福爷哥，这玩意儿呢，除了能买个鞋，啥也买不起。把那蓝收了，收完蓝再收蛤蟆。还去下路，那上半段野区肯定是遭殃了。3200，差200块钱。嗯，不行，把潘森杀了吧。这他吸刀妹的魂儿，我们算是够呛了，赶紧跑！蓝收了，这波下路管不了，把小龙拿了。我们家刀妹儿不会要双杀了吧？挺吓人呐。打野刀去哪了？被我吞了。确实应该回家啊，回家整顿一波，出来也就是一下一个。但我呢，不把他野怪野区给他收完吧，我有点难受。这小子去上路嘎嘎去了，我必须得把他野区给他收完了。不可能给他留一个，我得让他寸草不生。
你咋那么狂呢？哎呦我操了！老头这狂成这个样子，差100块钱，把我卸手了，正好差100。回家吧，这又得回家了。不差100，钱算错了。往下路走一波啊，后边的传送不知道是谁的，吸血鬼的吧。先把他掏死了。黑掏，这老头干啥呢？他觉得没有远程技能了是吗？我都不蹭，这塔皮我都不跟他们蹭，看着没？就要证明一下，即使我不跟他们蹭塔皮，我也依然是无敌。福耶哥马上死，他会来上半段野区，在这等着。我是一个小三郎，等他交大招，交闪我们就放 E， 别抢人头。潘森在那边 ，A 掏，开 R，B 掏，你来吧，漂亮。再打个峡谷先锋，这在峡谷先锋你就不能收我的了。哎呀，这上路这兵线不收白不收啊！对面上路是个什么玩意儿来的？是个维恩啊！挂机了呗，人防御打杜城脱落了，脱落了怎么办啊？没办法，我们只能忍痛收一个二塔了。二塔600块，忍痛收一个，直接开 R 走，反向逃跑，小傻瓜。W 飞走，不是你要追到哪呀？到底呀？你那闪都交了，你咋还追？闪兵，阴影之中，你这是不是有精神病？这人是已经疯了是吗？来，你追，你这是追到我基地了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
我这 W 为什么歪了呀？这为什么会歪呀？鼠标有问题？好奇怪啊。操盘手猴哥，操什么盘？我问问你，那15减7等于多少？你能算明白不？我的好兄弟，准备收割。可能你连15减7等于多少你都算不明白。不过我不怪你，毕竟也不是人人有书读。点个数，回家了。哎，这个吓人呐！给我杀！剩啊，就俩人，刀锋都这么猛了，还怕他俩？直接抠啊！有梦是多少穿甲？18，这也18。哎，幽梦之灵这穿甲不错呀，这个世界多了5点攻击力。套没人怎么出来了？完了，下一把吧，把龙也没打空，完事儿。主要幽梦有点贵，它再便宜一点就好了。